不惩罚大法第五式，提供选择。对，没错，这本子就按照这个思路写，明早我要看他初稿。一进都十点了，怎么还没写完作业？你就是蜗牛爬也该爬完了吧。在你们所知道的红色中，除了中国红、玫瑰红外，还有什么红？韩红。你的答案能不能再不靠谱一些？把所有的作业拿来，我要检查。语文和数学写了一半，英语没写，半个小时就可以完成的作业，你居然三个小时还没写完。你磨蹭的时间连家里走路最慢的二两都可以绕地球两圈了。摘掉床头的 TFBOYS 的大海报啊！不要，我会失眠多梦尿床的。依金妈妈，你咋个又忘了？不是说好不罚的吗？哎呦，不好好写作业还磨蹭成这个鬼样子，不惩罚怎么办？凉拌。哎呀，咋个总想起吃的呢？我是说，如果你提供选择，告诉他每种选择的结果，让他自己决定。我看看，先写后玩，写得认真，玩得痛快；先玩后写，玩得有压力，写得急躁；边玩边写，玩不好，写不好，睡不好；只玩不写，提心吊胆，容易被老师和家长训。我选先写后玩，妈妈，你先别罚了，先攒着吧，等我做不到的时候再一起罚。就这么搞定了？你实在是高哦。不惩罚大法第五条，一个人的主动性往往由内心产生，孩子更是如此。在做错事时，如果是被强迫或被威胁去改正，常常口服心不服；而如果是自己经过考虑后做出的选择，他会有主观能动性，坚持去改正，去努力，直到成功。父母们一定要深刻明白这个道理哦。一斤二两。